大马路边停了整排轿车，但连日大雨让山壁土石夹带树枝崩落，不少车辆惨遭波及，其中最前面的小黄更是半台车都已经看不见。你哪停的车？无啦，我躲在顶头啊。啊！几点发生的呀？我哪知，有人靠我，我才等。冒着风雨，司机接到消息，穿着雨衣，戴安全帽，匆忙来到现场，眼睁睁看着爱车埋在沙石当中，满脸无奈，不知道如何是好。你们想说你都会停车啊？他不知道他摊下来哦。不晓得啊，早上也没有，下午下雨才摊下来的。被波及的还有这辆蓝色小货车，地点就在基隆八堵隧道口。平常就是附近居民的停车处，但突如其来的一场大雨全都遭殃。严重危险，靠近会有危险，因为还会有继续塌方可能吗？有可能。消防队赶到现场，拉起封锁线，就怕有人受困车内。消防车、救护车也全都出动，所幸最后确认无人伤亡。不过这场意外已经让不少民众的生财工具就此报销。记者朱丁荣基隆报道。